国内最大吨位折叠臂随车起重机，配备自动过载保护力矩限制系统，加强安全防护，吊臂自动加速系统，进一步提高整机工作效率，液压支腿自动翻转，提高整机适用性，轻松应对复杂工况。徐工随车折叠臂起重机采用法兰式方式连接外置伸缩油缸，安全可靠。各节吊臂臂头采用了浮动式法兰结构，满足油缸在完全伸出工况下对缸度变形的需要，提升整车的适用性能。折叠臂系列起重机转台及内壁与外壁均采用四连杆机构，不仅产品宽度符合标准，而且在展开后仍可保持较大的变幅角度，保证产品更大的作业高度。